是咱的人，拢是爱做梦的。这位朋友呢，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萧煌奇，掌声鼓励欢迎他，谢谢。带来这首歌曲《爱最棒的人》，谢谢。来，我们在这边，掌声不要停啊！所有汉社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萧煌奇，带来最新专辑《爱最棒的人》，3000人的掌声不能停。吹火浪，感情永未完。
方的人。谢谢。听众朋友，再次掌声鼓励鼓励萧煌奇。小兵，你的声音怎么闷在这个音响？对啊，我的声音被关小声。你的音响是你的声音怎么感冒了？我哪有感冒？我是被关在那个麦克风里面的。有没有？大家听他的声音是不是有点感冒的感觉 ？OK， 他换一支麦克风好了。我们给我们最帅的、最近这个身材变好的小兵，你哪才呀？三千万人的热情的掌声！鼓励鼓励。没啦啊，我要讲一下，你怎么跟上礼拜不一样啊？你今天白是吃太饱了哟！哈、哦，每天都嘛吃太好。刚刚才那个从你们高雄一个好的川菜馆吃回来，谢谢洪启峰老师，谢谢。对、啊，好了，真的遇到他们都会这样子。